吃饭了。来了。你今天吃甲鱼排骨面？甲鱼排骨面？这明明是个甲鱼，还甲鱼排骨面？给，甲鱼排骨面你吃，我吃麻酱面皮儿。那你吃甲鱼排骨面吧。你爱吃，你吃完我再吃。还想用甲鱼骗我？那你就慢慢看着我吃。家人们喜欢吃麻酱面皮的，点左下角小黄车下单，一箱20包，一包才1块多。开水冲泡5分钟即可食用。那吃完了，你赶紧吃你的甲鱼排骨面。还真有排骨，定吃又不吃。Hello, it's me.吃鸡腿，还有可乐，三拼套餐。是咱最好的，这有啥事？那几个闺蜜在屋头当家，以后在我的家能不能叫我当？你有脑子能当家？我咋都当不了。那是这，我跟你说亲，你答对了，在我家你当。可以。地上有一张10块，有一张1块，你捡啥？10块。那1块钱我不是钱，这个我算偷吃一个。地上有一张20，有一张30的，你捡二的。了不起！你见过一张30的？你有脑子能当个家？你讨厌我。你这做着麻酱面皮还挺好吃的。这不是我做的，这是我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买的。你在外面吃着一份6-7块钱，这才1块多。我发现你还挺会过日子的。慢慢吃，我去了东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店家们可不想好人呢。对，以后在我家里打，钱你管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老公，咱俩换你吃我的。不换。一换也能吃我的。不换，你赶紧吃。你把我脑袋放芥末。我看见你放芥末了，赶紧吃。
就是爱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你钱，你哥给你一百。那行。香肠这么小，一百不划算。放个鸡腿香肠。可以。来，什么？你鸡咋这么吃玩意儿？那你赶紧吃。那是姑娘谁？你走到那边吓唬你？这不是我做的，这是那下场小黄人买的，一包才一块，他可以跑五环都走那吃。走，想吃自己买去。吃完了？吃完了。吃完掏钱？掏多少钱？肠的钱呢？肠子又没吃。那用鸡腿钱呢？鸡腿是我用肠换的。